一定要重复上一组的动作。来，我们这个游戏要开始喽。接下来音乐老师，音乐不要停了，我们来看看接力是否能成功。三二一，音乐开始。他们先做好，第二组加上自己的动作，加上自己的动作。好，第三组第一个动作龙虾舞，第二个动作牵手观音，第三个动作就是你的仙女下凡传过去。来，第四组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仙女下凡，你们的动作